11号中午，鹿晗突然在微博公开介绍女朋友，而对象竟然是关晓彤，随后陈赫对鹿晗比出大拇指。随后关晓彤也回复称哎呀妈开咔的，并艾特鹿晗，鹿晗工作室也点赞了这条微博。但网友评论的画风则以假的被盗号了一定是电视剧的宣传为主，看来粉丝们并不相信鹿晗此次是真的公布女友。据悉鹿晗和关晓彤目前正在合作电视剧《甜蜜暴击》，也由此引出了网友的炒作论。但也有粉丝表示即便是炒作也太过分了。9月4号晚，有网友爆料称在澳门偶遇关晓彤和鹿晗拍戏，途中能看到关晓彤身穿一条白色连体长裙，肩上挎着一个黑白相间的包，打扮得性感漂亮。鹿晗则身穿一条浅色外套搭配白色 T 恤，下身穿一条浅色休闲裤，很帅气地走在澳门的街道上。近日关晓彤鹿晗主演的电视剧《甜蜜暴击》被曝路透照鹿晗和关晓彤同骑双人自行车，穿着衬衫的两人十分清新。据悉鹿晗在热血格斗剧《甜蜜暴击》中饰演帅气明天学长，为戏积极健身，甚至晒出六块腹肌鲨鱼线的裸上身照，让人看了大喷鼻血。剧组近期也曝光新剧照，他在阳光下流汗模样瞬间又狂吸女粉目光。